大家好，我是陈伟诺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文飞。今天由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Newcastle 的 Liberty Living。我喜欢纽卡斯尔是因为这座城市特别有活力，并且购物很方便，人们也特别友好。在 Newcastle 学习的这几年，我很享受这边的生活。在纽卡斯尔购物非常的方便，我最喜欢和我的朋友在这儿逛街。Leicester Park 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，在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和朋友们会过来放松一下。纽卡斯尔的食物非常的多元化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食物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中餐。Liberty Living 在 Newcastle 还有其他不同的公寓供你选择。我现在住的地方叫 Liberty Plaza， 这里的房型多种多样，适合不同需求的人。这里是我的房间，安静舒服，我有个很大的书桌，方便我学习。这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东西。这里有免费的 WiFi， 我可以随时跟家人和朋友联系。我很喜欢我的双人床，而且床下还有额外的存储空间。这里是我的衣橱，可以放下我所有的衣服。我有自己的洗手间，里面有我需要的一切。所有的费用已经包括在房租里面，省去了我很多的麻烦。这里是我的厨房，里面设备齐全，有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，还有很多的储物空间。我和朋友都很喜欢在这里做饭。进去公寓需要电子钥匙，这里还有 CCTV 和24小时的保安，让我感觉很安全。这里是公寓的前台，前台24小时都有人在，而且员工非常的友好，无论你有什么问题，他们都能帮你马上解决。这里还提供代收包裹的服务，所以喜欢网购的同学就不用担心收不到包裹咯。这里是公寓的洗衣房，里面有洗衣机还有烘干机，非常方便使用。这里是活动室，里面有电视、电动还有台球，平时我会跟朋友过来一起玩。公寓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纽卡斯尔商学院就在旁边，而且去其他学院的路程也只是5分钟。这里离中国城、中国超市还有市中心也只是几分钟的路程。 Liberty Living 在纽卡斯尔的另外几家公寓就在河畔边，平时我也喜欢到那边走走。在 Newcastle， 我们的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，这里有很多酒吧，在想放松一下的时候，我和我朋友一起去那里聚会，而且还有机会结识新的朋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还可以参加这里的现场演唱会和音乐会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中国城还会举办很多庆祝活动。住在 Liberty Living 给我一种家的感觉，每逢中秋节、新年，这里的员工都会跟我们一起庆祝。我喜欢住在这里是因为公寓的服务特别的贴心周到，而且他们还有一个 Liberty 中国学生舍友会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讯息和帮助，请大家关注他们的官方微博。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介绍，拜拜。